大家注意，目标已经过来了，没有我的吩咐，谁也不能贸然露头。细梅，胖三在干嘛呢？好像睡着了。啊，哦，我去叫他。 看上去没什么动静，仔细看，你左我右，一个点都不能放过。老大，车头都已经进谷口了，你是想引蛇出洞？您的老同学不会在这动手的，这儿暂时还是咱们的防区，他们没有优势。告诉弟兄们镇静，千万别乱。 掉下来的树叶而已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至于这么紧张，树叶会自己掉下来吗？那怎么还不开枪啊？如果我开枪了，他们必然会挪窝。这样吧，我们不是带迫击炮了吗？你现在下去，朝三点钟方向，半径300米周围密集开火，快去！ 队长，咱们刚过江北，还没到谷地呢，柴福东他们有这么快吗？我刚通过瞄准镜，看到山丘上面有一处可疑的草丛，上面有折断的大树叶，像是刚折下来的。新折的树叶，应该是风吹断的吧？你会不会是太敏感了？你这叫草木皆兵啊！周围没什么动静，虚惊一场。队长，我们走吧。 调弟兄们加强警戒，我们快速通过。是。<笑><笑>
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来盯住柴火洞，你带人往左翼撤离，走，不要回头，快！西北，苏月进林子了，擒住他们。好，走。徐先生给放了，回去告诉柴福东，如果想要人的话，让他亲自来找我，别废话，否则连你一起杀了，哼，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了。宝军，你把徐先生放下，你们不要过来，再过来我就杀了他。哼，马伯军，事到如今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不如让我念在同学一场的份上饶你一命，你把徐先生放了，饶我一命，你们再过来我就杀了他。马伯军，你不觉得这样挟持着徐先生就像带着一个累赘，不如我们两个人让所有人都退下，你和我一对一对决。我也有个主意，不如这样吧，你们把枪放下，我就放了他。马伯钧，你说话跟放屁一样，谁信啊？把枪放下。好，我们把枪放下，但是你要放了徐先生。我马伯驹说话算话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放下枪。苏月是。